等一下，问你个问题啊，外国人有什么东西是比较长？是那个句像什么像啊？是名字，名字。哦，名字啊，外国名字比较长吗？没有呢，我不会，不会，你的名字啊？哦，像里奥纳多·迪卡皮奥啊？哦，对不对？想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些字我看不懂，不知道怎么念，可以帮我念念看吗？哦，好啊，帮你念。偶是大笨蛋，后是智障。来，你们念给我听，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念？来，我们才没有你那么笨。我念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要念吗？好，什么事？就从现在开始啊，就是我说反话，比如说我说天，你就说地。哦，这个简单，好啊。来哦，来，准备哦。我卖天，我卖地，我卖棒，我卖吗？我卖金，我卖银，我卖银，我卖银。啊？拍什么样类型的影片也欢迎留言给我，那没有选中的呢，我会送你一个精美的小礼物，就不要整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嘿，雷翔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哦哦 ，I love you， 无法不爱你 ，baby， 一直在爱你，哦，唱对了吧？I love you。然后嘞，啊，为爱。走开，走开，你看。